我们的爱人唯一世界巡回演唱会终于回到台北啦！天团 SHE 2010年5月29日爱儿唯一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场满10周年啦，粉丝不停敲碗，希望三人快快合体，就让我们一起回味那场惊喜不断的演唱会吧。Yeah.
体会到你们真的很厉害哦。十年一眨眼过去 ，S.H.E 陪伴我们长大的每首歌、每个舞台都是经典，期待能早日看到三只在一起演出。完全娱乐整理报道。完全娱乐